是你放屁吧？你这弄屁啊！屁啊！屁啊！没有放屁啊！屁精怪别人，我今天弄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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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镜头在我手上，这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安全带了。对，我们刚出发而已，没事没事。刚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刚刚本来，我们现在一中，我们刚刚本来已经想要放弃，因为那个排队的人潮今天是礼拜六，排队人潮对排停车位，我们已经觉得算了，我们就开车看一看这里。就在我们只是转个弯往前开的路上，我们看到一个停车位。公寓我觉得是个 CP 值不错的，嗯，而且昨天就意外发现，原来走一个隔壁，真的是隔壁耶，隔壁街，就可以走到逢甲街。看，那不中，你不会吧？我们吃完早餐了，然后我刚看了一下早餐的影片。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想使用，丑死了！哪有人拍这样子？所有的影片就是截，完全没有额头。自己那个脚架那么低，那个位置这么短，能怎么？我是相信你，我让你长进，然后你就是长这种怪劲。我觉得很好啊，你们都被自视框架，因为你是你笨。镜头里的不是你。我明天就跟导播说，以后上好的一半就好了。5 4 3 2 1。现在知道王妍希有多辛苦了哦，好烦呢。王妍希到底有多辛苦？她与郑浩的情仇到底是如何？让老司机带你上车。今天没有用它，它这边就像是一个，然后它的颜色其实真的很，它有点很 matte 的感觉，就不会太亮。有的时候我觉得拍戏不需要擦那种。你不要在那边给我演了，你不要在那边给我演，你都骗人啊！这是骗人吧？还是叫你去叫楼上？这是骗人吧？看来永琪的惊吓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我一定还是吓到了。自己在那边讲鬼故事，前面我老娘有不堪，你要解洗干净的，我说话自己什么？成功。
four, three, two, one. Yeah! Yeah!哇，他靠近我一点，还用过。就看我忍不住瞪他。起外气啊！唱揍他的，因为我那时候其实，在走线的时候，我想说他应该不会笑，我就因为紧张。有想过？因为我会怕啊！我之前看你们那个影片，我超怕他突然又神来一笔，又干嘛？就因为自己讲的乱死，我要想象嘛，想想想，然后没想到他就突然，这跳一个好。